王心颖和黎芒日前被爆已经排期注册结婚，其后王心颖就大方承认婚事，而准新郎黎芒就回复记者话：多谢晒。Rubber Band 的鼓手黎芒，他的私生活一直都十分低调，曾经有一个好好的圈外女朋友的，有次他更加被人认到和这个女朋友吃 M 记，不过在2017年尾求婚成功之后，就一直未有他们结婚的消息，直到他被人发现和王心颖拍拖，他才说和这个圈外女朋友已经分手。但是这天王心颖和黎芒的儿结婚通知书曝光，黎芒是报称离婚的，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当时那位女朋友，不过可能性很大，即是当时未必是单纯分手。